2018新北耶诞市集将于12月7号到9号在市民广场登场。今年严选了新北80家特色店家，推出了各式各样的耶诞好礼，并有1元起标活动及超值商品五折优惠，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抢购。白雪纷飞的特效让大家提前感受到耶诞节的气息，而今年的新北耶诞市集也即将从12月7号起到12月9号在市民广场登场。新北市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这次严选了80家特色店家，包括了新北各地伴手礼以及商圈、观光工厂等优质的商品，欢迎民众到现场采买，不论是自用还是送礼，绝对都能够让大家满意。希望我们新北市的朋友还有包括全国朋友都来参加我们新北市的市集，挑选大家所喜欢的礼物，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送给心爱人都可以哈。除了各式各样的特色商品，活动期间每天下午2点会免费发送100份的圣诞福袋，并推出圣诞好礼竞标。记者会上，小朋友轮番上场展示了这些限量的耶诞好礼，像是有可爱的圣诞造型袜子娃娃、糕饼、茶叶、肉干等等。这次更结合了行动支付，让市民朋友不用带钱包，也可以用手机轻松付款，把最优质的耶诞好礼带回家。我们也结合了很多整个新的商业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比如说我们请经济员理事长来帮我们整个每个摊位都来导入行动的支付做的那个 payment。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场景的布置，我们同事跟我讲都会喷那个雪花整个都是雪景。新北市经发局表示，这次的耶诞市集以欧式城镇街景为灵感，打造4.5公尺的大型耶诞树及耶诞老人银色花园，搭配定时飘落的白雪，要让民众体验到北欧耶诞气息。另外，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300元，就送30元的现金抵用券，而且还有许多超值商品五折优惠，欢迎市民朋友到新北耶诞市集大力抢购。记者杨邦友、赵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